哦，阿丹怎么那么久啊？每次都迟到，烦呢、欸。干嘛吓我啦？没有啊，今年虎年，我们又刚好来到普龙店，有五虎将哎、欸，当然要五虎争锋一下啊。那你知道这边除了五虎将之外，那个提供楼是九伯阿做的吗？提供楼是九伯阿做的？对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只知道吓我，不知道这个吧？那你赶快带我去看啊！好，走。为什么这么多就是蓑衣羽衣啊？因为这边有五虎将。嗯，可是你算算墙上也不止五件啊，为什么啊？对，不止五件，好像有七八到十件都有哎、嗯，到底为什么？啊、这边刚好有一位大哥，我们来跟大哥请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好好特别，好多蓑衣挂在墙上，可是。那个蓑衣我算一算好像不止五件耶，为什么呀？其实这个蓑衣哦，以前就有这个火锅，但是更早更长久的时候，以前叫做剑甲。哦，剑甲。剑甲，因为他以前古代人穿那个时候穿的时候是刀枪。哦。哦，啊，他这鸡肋哦，以前我们说鸡肋，其实他才会这样起来，叫做他的王帽啦。红帽、哦，迄是伊个将军咧戴的。为什么会很侪领咧？是因为伊主公本身嘛是爱穿，是底有穿侪，本身嘛爱穿。大哥的意思是说，爱个五虎将，爱个伊个轻车，轻车，个伊个剑，剑戟，嘿，爱个伊随身个两个身风也别的，个也也。啊，但是那五虎将有啥物特色？即阵王爷伊个天下就是五将天下。所以五种是对出生入死哦，也比较，啊，所以讲爱先拜五种，感念他的一个概念，对对对，哇，伤心没有？咱来要看较特色的五种，对，咱来改拜白天天王，白天父王，那边哦，尊的九龙啊，天官爷差位，所以是上一开始的五种就对了，嘿，对对对，哦，安尼好。那我们过去看看到底九伯阿长怎么样子。走。对对对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，好，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五虎将。这个好特别哦，是怎么由来的？古代九伯阿，这个我们日常吃的吃的东西，哦，日常生活去需要用的这个器具，所以说来用这个食物，来给它做安顿，安顿就减少搬动嘛，对对对，所以来这边。还是我们进去看看到底里面是到底哪里是正牌的，对啊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对的，总共是，为什么一个紫府千岁他要两个庙地来进行他的业务呢？第一呢，较早哩这个王爷，我咧讲主公啦，伊来建设上拜大仙的时阵是这个大天路，啊，大天路哩七十二年来时阵是哩对面。哦，你对面本来是一个草帽，哦，啊，草帽了呢，底下建设了，尾啊土地，哦，有人管的，哦，有人家来敢管的这土地了，伊那刷过一遍，哦，大田路伊那刷过咱一遍，才建设这个大田路，这个大田路的部分啦，哦，咱只分做文武殿，哦，迄个过去的时候，哦，有了文书，有咧请教书，拢伫咱这个大田路这搭遮，啊，这个普龙殿来讲来讲。因为我每一年吼，伫即个正月十八到六月十八啦吼，拢有咧办一个迄个祝寿大典。哦，啊，即个文的部分就是讲，我若咧祝寿的时阵，诶，咱咧过即个普龙殿遐，哦，去做即个祝寿。哦，所有的文生干部啦吼，啊，即个委员甲
大中医来中医，外中医才咱会去做其他做这个足手片的安尼。跟我们一般上课来的话，是要先参拜文殿还是？对，先参拜这里，对对对，先参拜家规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下次来来行诶，就要先来家参拜哦。对对对对，有是对。哇，这就是宣传诶。啊，为什么都是竹子做的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哎，大哥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请问一下吗？这个是我们的宣传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它为什么是竹子做的？对，好像竹筏的概念。对啊，好像对白还是什么的。这个整艘都是我们用我们台湾原生种的马祖下去做的。啊，这是在民国1998年的时候，主公降价来交代，讲在1901年壬辰年的时候，龙年，啊来供应先帝，啊来就是只神地船。啊，我等下主公签字，讲主公啊，啊这神地船，咱这三大娘拢问了啊。无人会用做呢，是，你唔免烦恼。委员啊，含门生人同心，带出门的屋，带出门的屋，这个师傅做了就出现，你唔免烦恼。时间到啊，真正就讲啊，找阮曾杰老师，真正人咧做这种船啊，加去邀请这个老师傅来甲主公斗无用，加来完成这个使命。啊，是若要做这只新船，这只新底船。主公的交代讲，因为因较早的时阵，因无像东港、伊湖、南区这种的差船人多。伊上届早就搞这德船啊，这排这人多。大哥，我这我要交新啦，新，嘿，啊，从从这边交。安尼，你爱交主公，唔是交我这背边啊？嘿，嘿，嘿。神董，神董。他那个也是竹子做的耶。嘿，嘿，就跟大哥刚讲的是哦。他们叫神功，嘿，啊，神功就是神功。主公来派这个神功，和大家把这个神功填满天，等下做这只船，嘿。啊，神功意思就讲，大家同心，哦，大家来同心协力，来完成这只神地船。啊，主公来说，各竖一支主公亲属的神功，和来请神功等于厝的信徒，等于厝。定家配安尼，所以讲因高等来了，一个也可以另外一支神功等于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连贯的概念，就是这整艘都是竹子打造的，那信徒也是把这个他的心意交回来，也是竹子同样同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科仪。哇，那通常我们几年会做一次这样的科仪呢？五年，每五年都会加一个。5年一次，那刚好这一次就是虎年。对，虎年啊，是讲迎神地，是迎什么？什么叫做神地啊？神地来讲，伊这是伊喺1801年的时候，第一个做神地就是迎神地的时候，我们把称是讲，这是一个自然信仰，所以嘛唔知什么上未来嘛唔知。你请在请红，就知什么星座上面。对，系啊。像阮壬辰年的第一颗神地，叫做游竹仙人，2017年的时候。一颗是有相先帝，啊，这是没有怎样因因的称号啊？嘛是过寒桃，系啊。只到请中日入殿的时阵，主公会来交代，伊会写伫圣旨内底。哦，圣旨哦，圣旨哦。那所以说，请来的这个先帝啊，他跟我们的这个王爷的关系是什么啊？你是师徒，师徒哦，五年一次，然后请这个老师来到我们降临凡间，这样赐福这样子哦。对啊，师傅，咱家民间的背神哦。那这个船它也是游天河吗？就是说哦，啊，不过伊不是做河温那耍，伊是要来人讲的上宅上空跟上去哦，上宅上空上去，所以我看到这边有这个天才天福，所以我们也是可以。先传拜拜，然后就是天自己的福气，天寿这样，天满满的这样子哇。所以那信徒送回来的仙童也会一起烧。对，我呢是甲我呢造册上寿文，然后佮我呢做成一个精致版的仙童，是，咱来佮挂灰嘛，对，破壳。
破壳而出，哎，咱的人生破茧而出嘛。哦，我咧搞迄最后的，就是搞珠光添彩。我有看到信徒上面添彩，业绩破百万哦，感觉、就是、求什么愿望都可以。对，感觉就是添得很满，业绩破百哦，哇，那赶快我们也来求一支仙童。对啊，大哥带我们去求一支吧。对对对对对，谢谢。谢谢大哥，谢谢露露。我刚刚听到刚刚他们的介绍，我觉得今年普龙店的银仙地我们一定要来哎。我也觉得错过一次就要再等五年哎，而且这一次可以看到仙地银仙地的盛况，然后仙船还有五虎将，然后师傅千岁也会亲自降价、嗯，我觉得这是绝对不能错过的。对啊，好期待哦！超期待，到时候大家一起跟我们来普龙店一起银仙地哦。错过等五年哦，各位。拜拜。外号秋坤阿伯，千家俊，秋坤阿伯就是本人。好，羽毛球唔八卦，迄、那个可能三个要拍球，真的。啊，恁两个，恁啊，恁三个来，阿伯还有保证班的啦哈。恁这拢保证给人家打的啦。保证给人家打的。哦，安尼 OK 哈。OK。啊，来对，来对。